如何要到美女联系方式。我又发现了一个跟女生要联系方式的好去处，绝对不会被拒绝，就是啊，奶茶店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就站在那个奶茶店的门口等，等啥呢？等一个人来买茶的姑娘，然后呢，你就站在她身后排队。为啥呢？因为现在所有奶茶店呢都是非常敬业的，不管这个女生点什么，都会问一句：“你好，现在第二杯半价，需不需要再来一份呢？”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要等这个女生开口，你先跟这个女生说：“你好，小姐姐，正好呢，我也想喝这个，要不咱俩拼下单呗？”一般情况下哦，女生都不会拒绝帮你这个举手之劳的。然后呢，她站在你前面，当然是她付账了，然后你就要给她转钱，那她能拒绝你的好友申请吗？现在啊，欠钱的都是大爷，你先不给她转钱，你相信我，你们俩以后的聊天啊，每次保证都是她先开头的。如果说最后没聊好，那你也不吃亏啊，你还白喝了杯奶茶呢。你好，小哥哥，外面天气这么冷，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呀？那个，我刚刚也不知道咋了就睡着了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昨天跟你要联系方式的那个人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在这里是等我的吗？等多久了？那个也没有多久，就是我给你买了奶茶，然后有点凉了，你要不要喝呀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你啊。我专门给你买的，你不喝的话我就扔了啊。啊，别扔了多浪费啊。那你还是给我吧，谢谢你啊。嗯，没事没事。那个小姐姐，就是今天能不能再给你要个联系方式呀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出门太着急了，没有带手机。那个没事，我带手机了，能不能把你手机号输入一下？这下应该不会拒绝我了吧？哈哈哈。好吧，其实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要联系方式的吧？对呀。你好，请问这个位有人吗？没有。好的。都怪你，怪你太吸引我了，让我不能专心办公。开个玩笑，就是想认识一下你，能不能留联系方式？啊，在外面我从来都不随便给联系方式。哦，那这样我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？好啊。你看一下我的手机，这个是真的吧？你看，对吧？我给你变个魔术，啊，我打开计算器，然后我随便输入九位数字，啊，随便输啊，已经输好了九位数，然后你再随便输入九位数字。好，此时。这将是一个手机号码，你信不信？真的假的？不信你拨打试一试。错吧？错。现在我有你联系方式了。那个啥，给我开个房间呗。啊，你看一下要什么样？就大床吧。不过我那个手机摄像头坏了，就可能。支付不了，能加一个微信转你的。啊，没事，我可以发你。啊，我那个二维码也换。这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嗯，就加一个呗，那个加一个，我直接找你。小姐。